4月28号是世界职业安全卫生日。台南市政府勞工局在今日举办成果发表会，来展现这段时间以来勞工局各科系的成绩。唔呐，呼应世界职业安全卫生日所期盼的职安健康宗旨，同时也是守护勞工朋友的安全，将台南打造成一个职安城市。因应4月28号世界职业安全卫生日，佮加上劳动节来临，台南市政府勞工局伫28号举行成果发表会，佮市民朋友分享各科室伫这段时间做过啥物努力佮成绩，予劳工朋友会当安心伫台南工作。我们世界职业安全卫生日，紧接着礼拜天5月1号是我们劳动节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跟我们各单位、我们各业务单位来跟他做分享。我们各单位在服务劳工伙伴所有的项目的部分，那当然我们一个城市一个团队里面跟人家竞争，一定要靠人才，所以人才一定要透过培训，让他能够到职场上扮演职场达人，跟我们这个城市一直在打拼的部分。在勞工科系的努力之下，和勞工局連續11年获得勞法署 TTQC 金牌以外，也輔導市民就業，失業率成為6都內底上低，新增者就業成長率也是6都第一，這攏是勞工局為勞工朋友共同打拼的成果。我們新就中心長期來就培訓人才，甚至把他就業媒合到各職場上，扮演職場達人。另外一个部分，我们对身障伙伴也一样要做培训，所以我们的培训很多身障伙伴，让他拥有必须到职场上就业的职能的部分，能够做就业成功的部分。那当然进到职场，我们都希望能够保平安，促进健康，所以我们主安健康处在这个部分也琢磨的非常的多，希望大家在职场上都能够保平安。但是勞工局也在所謂勞工朋友來努力，並秉持著市長做了好，讓市民朋友過了更加好的理念，持續創新，將台南打造成幸福的希望家園。記者周惠慈政府採訪報導。